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. Disregard the thought of ever having to part.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. Good morning, 我们现在在清莱。昨天我们是从苏梅岛转机到曼谷，然后再飞到清莱的。如果还没有看过苏梅岛、普吉岛还有曼谷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回去看一下。清莱是泰国北部的首府，西北与缅甸接壤，东北与老挝相连，是个很宁静的泰北小城，与清迈大概是3个多小时的车程。我们在这个小城一共待了差不多3天，超级喜欢，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这个泰北小城。是在这次在清莱住的爱美酒店，这个酒店超级漂亮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白庙。白庙是清莱最有名的景点，很多人即使是去清迈旅行也会特意坐车过来打卡。不同于泰国传统的寺庙金碧辉煌，白庙以素白做底，银镜镶边，反射出夺目的光芒。建筑师认为白色代表了纯洁，闪闪发光的玻璃片是智慧的象征。正殿之前需要经过奈何桥，奈何桥两侧的栏杆上各有一条银色的巨龙，桥头有武士把守，坏人路过便会被打下地狱。奈何桥下是无数只在地狱中挣扎的手，想要挣脱茫茫苦海。我们现在去了这么多的寺庙了，不过这个白庙还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。白庙的门票是100铢。说白庙真的是个超级出片的地方，怎么拍都超美。白庙里面就是参拜的地方，你可以进去也可以不进去，然后里面是不能拍照的。我们刚从白庙出来，旁边有个金灿灿的黄金屋，现在打算先去吃个饭。嗨，我们现在先在白庙附近吃个简单的 lunch，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。我来说一下清莱的交通吧。昨天晚上我有问过酒店的了，他说其实你可以搭 Grab， 但是事实是很多比较远的地方 Grab 的车比较少，然后可能要等很久，然后也要看运气有没有车。很多人会选择来这里包车，晚上的价钱大概是2000铢一天。我今天早上来白庙的时候是用 Grab 搭了一个车从酒店，然后我们发现司机的车上贴了一个广告，就是一天5个景点包车是1500铢。我们刚开始是没有打算包车的，我就问了一下明天我想去那个翠峰茶园可不可以包他的车，多少钱，因为
因为翠峰草原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可能打去的时候还挺方便的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不太好打车。他刚开始是说1500，但是我们打算去半天，并且中间我们不会再去其他地方，所以他其实不需要一直等着我们。我们计划的是1点去，然后5点回来。我就跟他说1000可不可以，然后他就答应了，他说可以，并且他说那今天要不要也包车半天，也算我1000块钱。基本就是1点到6点，然后我们觉得还挺方便的，而且价钱也非常的划算吧，所以就同意了。刚刚我打车过来其实是200块钱，所以我直接就从1000里面扣掉了200，但是刚刚是20几分钟吧，200块钱，1000来说这个价钱还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租小摩托，大概是1天200铢，但是那个有一定的危险系数，我们之前在普吉岛有提过。如果对自己的车技比较自信的朋友也可以租小摩托。大家还记得在普吉岛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普吉大佛吗？没想到在清莱我们发现了一座很类似的大观音，它是泰国最大的观音，约80米高，观音像是中泰风格的结合，观音的周围还围绕着很多的寺庙和佛像。整体感觉跟普吉岛的那个 Big Buddha 就是超级像，前面有阶梯可以走上去，不过 Big Buddha 那个是前面有海景的，这边算是山景吧。我们就大概在观音的脚下瞻仰了一下，这边进来是不用买门票的，然后旁边其实还有两个很漂亮的建筑，但是我们就是到此一游吧，也没有到里面去。我们现在到了大家所说的黑庙，其实它是一个博物馆，不是一个庙。待会我们要去的蓝庙确实是一个庙。是的，这边很多景点都跟颜色有关，白庙、黑庙、蓝庙。这里要买票的，看一下多少钱。Hello. Hi. 80 baht. 每个人是80铢，就是这里了。黑庙更准确的说是黑屋博物馆，馆内珍藏着各种以黑色意象为主题的古董及动物标本，内部氛围庄重肃静，馆主希望借此向大家传达关于宗教、生死好坏等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这个博物馆也被当地人视为地狱的象征。这个很像阿拉斯加那种 totem，这应该是象神，我们之前在曼谷的时候也有去了一个三头象博物馆，就是供奉着象神。这是主要的黑色大房子，后面又有一个小房子。这些一座座小房子全部都是由柚木建造的，为了保护原木不受侵蚀，刷上了黑漆，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看到的黑庙。这里现在除了我们两个，一个游客都没有。这里面比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，就是不止正门看到的那一个黑色的房子，后面还有很多的小小间小小间的，一栋一栋的。
参观结束，大家记得这个黑庙是这几个庙中最早关门的，傍晚5点就关了，所以如果要来的话要早点来。嗨，距离刚刚黑庙开车不到10分钟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长颈族村落。与其说是村落，好像是更像一个是集市吧。他们这里现在变成了一个算是旅游景点，就是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，然后他们有摆了一些小东西来卖，可以支持一下他们。然后这边是要买门票的，一个人是300铢，所以算是比较贵的了。可能因为很久没有什么游客了，感觉这边有点荒凉。走了一大段路，现在终于这边有人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右上角这个 village， 要沿着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到最里面才是 Long Neck。OK， 那我们就沿着它这个路一直走，瑶族。就是第二个村落，这边就是由一小个一小个的村落组成的。刚刚就是从这边走过来的，但是他们路上还是有很多这种 sign 的，所以跟着这个 sign 走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都是卖手工艺品的。长颈族是泰国北部与缅甸边界的一个少数民族喀伦族的分支。长颈族人以脖子长为美，孩子从5、6岁起就在脖子上套铜圈，一年一个铜圈使脖子拉长。我们终于到了这边 Long Neck Village， 这边的女孩子就是脖子上都套着圈圈，然后很多大家都在织布。这个是套手的吗？还是应该哪套手的？100吧，我想买个这个耳坠支持一下他们。You're so pretty。还是很多的手工艺品。这边毕竟是开放给游客的，所以拍照录像其实他们都很习惯。有些铺位会写着拍照要50铢，但是刚刚 Long Lake 这边基本都是可以，他说你可以随便拍的。当然也可以买点他们的手工艺品以示支持，然后他们旁边有一些捐款箱，你也可以捐点钱，如果你想要支持一下他们的话。这边游览的时间不需要很长，可能也就1个小时这样子吧。我们现在再回到来的地方坐车去，司机正在等我们坐车去蓝庙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。蓝庙承接了我们今天去过的黑白两寺，介于地狱和天堂之间，规模较白庙小，但是整体外观呈现耀眼宏伟的蓝色，内部佛像精致，是一座传统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的泰式寺庙。泰式建筑的外墙以蓝色为主色调，上面刻着金色的花纹。
们怕自己不够虔诚，所以就不去庙里面了，只在外面逛一逛。如果你想去里面祭拜的话，是要脱鞋再进去的，记得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回酒店先休息一会儿，晚上再去河边找家餐厅吃饭。我们住的那边就是在河边，那条河的两岸就有很多的还不错的餐厅。嗨，我们又出来吃晚饭了。这家是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有路过，然后发现这周围的餐厅完全都没有客人，但是他们家就是坐满了人。然后一看他们家有2000多条的 Google review， 应该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家餐厅，因为目前都没有什么游客嘛。并且我看 review 里面说，平常来的话6点以后就要排队。他们家其实是坐的地方是搭在河上的一个平台，这家主打的是泰北的菜色。发现这边他们很喜欢炸猪皮，我让他推荐的这个喝的结果是酸梅汤。泰国很多餐馆都是这种冰块一桶都是另外点的，然后你点一个喝的，点一桶冰块，然后自己加到你的喝的东西的里面。 menu 上的菜太多了，我们很艰难地选择了几个菜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泰国。应该是吧，因为这个是炒蛋吧，他说是蛋的。这个汤的名字叫酸臭汤，非常特别的名字。这家店我还是很推荐，如果有来青莱的朋友的话来试试看。而且这边在河上，就是环境也很好，人又很多，非常的有氛围感。晚上还有人唱歌什么的表演。还记得我们在苏梅岛吃的那个泰国菜，我也很推荐的那家店整家店都是老外，但是这家店应该整家店就我们两个老外，其他都是泰国人。辣的我已经全脸出汗了，面膜毛孔都打开了。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旅行。然后明天我们会去翠峰茶园，所以应该是个比较疗愈比较清新的一天。记得帮我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